第一次邀请就是这么多的好朋友上台演出那样。然后第二位好朋友是也是屏东哦，他叫齐恩，然后有很重要的事情呢、啊，他可能等一下会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，然后欢迎他，喂，原装进口的主唱。大家晚安。对，我眼睛有没有很红啊？看得到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在后面哭了一波。对，几个月前的时候，我们乐团又有来做一个专场的演出。啊，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就是，这几天其实我蛮难过的，就是刚好遇到我的吉他手离开，然后是在睡梦中，无预警的，对。哦，等一下，然后刚才看到阿威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一样的位置，然后一样的位置，然后我也是站在这个手写，从那个角度上看过来，啊，那个画面，那直击的是痛到不能再痛，这样。那我跟我的吉他，我的吉他手叫做克坚，即在南部的音乐圈里面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吉他手。那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跟原味酝酿来做分享？是大概在2014年吧，今天应该都是原味酝酿的粉丝吧？还是那边是原装进口？哎，对，那大概2014年、2013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发布在《原味酝酿》这首歌，就是你看小超呢，昨天的那一夜，然后我是从阿辉的脸上看到他自己在自弹自唱，然后我就给我的吉他手分享这首歌，他惊为天人，可能踏取到他的心吧，所以他一直放在心上，只要我们有演出啊，或者是他可能两三杯感觉来了，就上来说这首就是这首，然后他喜欢玩升 key 游戏嘛，他人家都已经唱很高了，你还要升两个 key 三个 key。 那前几天离开的时候，刚刚好在离开的那一天，我看到原味酝酿在争中场嘉宾这件事情，那其实因为他们都认识克坚，也知道这样的消息，然后分享给他，也很感谢他们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在他们专场分享歌曲、分享故事给你们听。有一位曾经很棒的人才，在我们应该讲说有一个很棒的 superstar 曾经在我们的演奏，然后离开了我们。原来重新学会上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对，我可能习惯上台的讲过很多的话，可是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上来了以后，重新再用自己一个人脚上来说，是真的是蛮辛苦的。那这首歌应该大家今天都是原味酝酿的粉丝哦，等一下要考你们合唱的功力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昨天爱你的人感觉那么假，你对我说的一言一语，字字刺痛我的心。时间经过的好长，让我心好烦，找不到泪的我。我始终还是得不到你心，只不是时间过了太久，你对我的心再现过去。我始终的说我下一个会更美丽，从那一天起成回忆。
我们已经不再是谁的依赖，你要我离开，放弃吧，我所给你的伤害，我哭着求你不要离开，你为我刺刺刺痛我的心，时间过得好慢好慢，让我心好烦，走不掉泪的我可以慢慢一生，我始终还是得不到你心，是不是时间过了太久，对我的心不再像过去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决定，告诉我下一个会更美丽，从哪里的心一生回忆，我哭着求你不要离开，我会默默等待。袁惠仪酿棒不棒？一首歌可以去感染一个人一辈子一个故事，我们给袁惠仪酿最大的掌声好不好？我是来自屏东原装进口的，谢谢大家。